好，来关心国际疫情。中国内蒙古的疫情持续延烧，在26号新增本土确诊多达了32例，当地是已经展开第5轮的全员核酸检测，社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确诊，就要全面实施封锁。超市外，一群人全副武装，地上摆放大量民生物资，准备分送给无法外出的住户。因为中国内蒙疫情持续延烧，确诊数最多的额济纳旗采取严格分级管控，只要社区有一人染疫，就要实施封锁管理。这个封控区意味着就是足不出户嘛，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门口要消毒。26号，中国31个省区市新增50起本土病例，内蒙古就占了32例，北京也新增3起本土确诊。由于一周内已有19人染疫，北京防控措施也跟着升级。而陕西各大客运站则开始管控，并停驶来往内蒙、宁夏和甘肃的班次。疫情防控原因，如果不能乘车的话，我们是全额免费退票的，网络上也可以申请退票，现场也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进行全额免费退票。内蒙古疫情失守后，近几天确诊案例持续增加，额济纳旗旗委书记陈占云因防疫不力遭到免职。26号，额济纳旗展开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，不参加的人健康码将无法转成绿码，生活可能处处受限。中国在继严厉防疫手段，希望尽快终结这波疫情。华视新闻刘如颖编译。